我对你的虚情假意，是我跟孙无敌的一场交易，包括这个，连这个都是孙无敌花钱替你买来的。孙无敌，谢了，要不是你。 我上宝这辈子都没有想过，有机会买到一个终点情人。你这个廉价牛郎，你被我们废了！你还在做什么？喂，有事吗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孙无敌节目主持人会变成你？孙无敌已经没有资格替天香楼出席主持，我能力好。 天香楼请我来工作，我也喜欢天香楼，不行吗？那你凭什么搬进他家呢？他活该被赶走。反正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。天香楼提供我当员工宿舍，请问你的疑心病解除了没有？你说这些理由，就算都可以成立，但是你为什么每一句话都要针对孙无敌？对，我就是针对他，我不爽孙无敌。 我也不爽天香楼。你看，你刚才说你喜欢天香楼，你现在又改口，你分明就是在撒谎敷衍我。一个没有做亏心事的人，为什么要说谎？从你拿简讯告诉我说孙无敌花钱叫你下毒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……你问够了没有？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这么多，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什么，更没有必要撒谎，因为我做的事情。 都不是亏心事。我告诉你，孙无敌会栽在我的手里，是他的报应。中毒事件就是我栽赃他的。怎么样？反正他现在已经翻不了盘，你又能做什么？果然，这一切果然有鬼。赵维清。 孙无敌明明就没有对不起你，你为什么一直要陷害他？不懂就闭嘴！你很护着他是不是？别人护着他就算了，你知不知道你护着他更蠢？你知不知道他是个会花钱骗人的混蛋？你不要乱说话，孙无敌他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 看哦，为什么他要传这个简讯？为什么他要付我钱？孙无敌竟然不敢推翻这封简讯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件事情背后有个很丑陋的真相，你想知道吗？从后门进去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？ 找我上他的节目，做提拉米苏牛给你吃，是我心甘情愿的吗？你竟然蠢到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会突然当你男朋友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不介意你的二头肌、叉烧味？ 甚至是平胸鬼，是因为根本没有喜欢过你。居然把闹钟就这样丢在这，吴三宝。 这是我面对你最诚实的一次。告诉你也没关系，我对你的虚情假意，是我跟孙无敌的一场交易，包括这个。
连这个都是孙无敌花钱替你买来的，你懂了没有？孙无敌付我钱不是要我下毒，是要我假扮你的男朋友。他不知道哪来的正义感，想帮你，每个月付我20万，要我假扮你的男朋友。要不是因为钱，我一点也不想忍受你的花痴，跟你们的家杜鹃窝。不准你说我家人！你真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对你的虚情假意到此为止，这不关你的事。住手！你没事吧？简讯的真相赵伟清说的那样，是你花20万叫他假扮成我的男朋友吗？所以昨天在记者会上面，你不敢说出真相，你可被他说成是下毒的小人，就是怕让我知道，对不对？告诉我，这都是你花钱买的假象，对吗？善宝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要针对拔罐对你造成的伤害做一点弥补而已。善宝，你一定会有什么心愿的，只要钱可以解决的，我都可以办得到。你能把我的围巾还给我吗？孙无敌，你这个大笨蛋！我不是说过你不是真正的所向无敌吗？所以。你没有必要为了我隐瞒简讯的真相，害你失去这么重要的天香楼。你为什么要这么逞强？你牺牲了这么多，我怎么有办法还得起你？所以，你不怪我欺骗你？你以为我真的是笨蛋哦？分辨不出谁真的对我好，谁是虚情假意的坏蛋？对不起，我以为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弥补，可是当我知道你跟他在一起，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快乐，我就后悔了。赵伟清，谢谢你告诉我事情的真相，让我知道谁才是我应该要珍惜的人。彻底看清楚，原来你是一个冷血卑鄙、忘恩负义、借钱也开的小人。松迪，谢了。要不是你，我胡尚宝这辈子都没有想过，没有机会买到一个终点情人。这个廉价的牛郎，你被我们放了，我们走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赵伟清，我对你虚情假意也到此为止。你们休想走出天香楼。你就试试看，我们走不走得出去。